几点了？30吧。no， 32。还有10分钟。20分钟。10分钟。哎，我们站在一起避风吧。哎，我觉得可以。来避风塘，避风塘。在后面没意识到自己是背对的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至少正面不会很难受。该转一下。转一下，转一下。你为什么转一下？这样大家漏风了，这样漏风了。兄弟，就这样吧。哎呀呀，来风了，来风了。这样要不换着在中间待会儿，没用。中间是什么感觉吗？就是所有人，我先替大家体验一下。你看这个人，这风巨大，我说你过来试试看呢。来吧，你试试。好，就这样。蹲在中间可能会好一些。哎，这样呗。对，强一点。蹲在中间，打开望远镜啊。兄弟们，我这边的风应该是帮你们挡完了。哇，真的风小了好多啊，好夸张。你羽绒服不透风的吗？最可怕。我脸有点痛，我以为这是谁拿了个相机过来，结果是个湖。你要加入我们吗？加入我们你要自觉把衣服敞开，把衣服敞开。不是新加入的要先扛一会儿。嗯，哇，真的风好小啊，风几乎没有了，在我这儿。现在很大吗？对啊。站位，站位。哎，姚兄来了，快把大衣打开。老陈来了，都给我让开。我们3、2、1，挡风遮雨。互相挡风，哎，你倒是会躲呀，姚晨。现在有点热了啊，开始。热？那你出去吧。倒也没热。你出去吧。不是，夸张的就是我的背很热，但我的头很冷，就很痛苦，因为我穿的很多。精装 like a king。这个你看，这个云。姚晨，哪儿啊？跟冬季岛那个云太像了。换了，只能走跑路。你能拍一张照片不？我给你拍一个，你都来了，这么难，这么难你都来了，你不得留个纪念？哪拍？啊？在这边。哇，在那边拍。这是桃心啊。来来来，3、2、1，这样式的，只是一个剪影。可以可以，你来帮我拍剪影。好了吗？好了。3、2、1，再来。没拍着，没拍着。再，有点难啊。3、2、1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先看一眼。你这个更傻。你要视频吗？啊。野哥经常的那种，好吧。我把衣服脱了跑，我要怎么拍你呢？你说啊，我是要离远点吗？你横屏，横屏，然后呢？你那个能调4K 不？我这个没有，我这只有720P。哦，720P 啊？对啊。往哪儿跑？我往山边跑。你还是跑到那儿跳一下呗。行。哇 ，OK 了。行了，就在这跑。来吧，3、2、1。哎哎，这个不行，没按着。我都按上了，哎呦，按上了，我再给你刷人再跑，然后我再跟呗，就前面你剪掉就行。OK。3、2、1。不是，我又按到了，哥累的不行。行行行，就这样吧。不，你要不从这开始跑一次再？还剪辑啊？就从这开始跑一次。不行，就从来你别按到啊。那我这换个拿掌机方式。你这样，你这样。OK， 我怕抖。这样不抖，两只手一定要两只手拿。行。脚微弯。3、2、1。哎呀，不行了！这回拍到了。OK。哇，我手要冻死了。我先辛苦哥，揣个兜。哇，哇，给我汗都跑出来了。跑完了。哇，
他跑了三遍让我起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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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